係啊，多謝大家關心啦。其實都 OK 嘅 ，Touchwood 而家已經消咗炎、消咗腫。其實係之前生咗粒眼瘡，但係可能真係自己拍攝嘅時候，有時唔小心摸到隻眼啊。因為我記得之前拍過一場喊戲咧，就好情不自禁咁抹眼淚啊。咁抹眼淚好，咁其實我冇洗個手就去抹眼淚，咁可能就嗰陣次之後咧，就令到佢發炎。咁發炎咧就好多膿咁樣，跟住醫生就話：如果你早少少嚟咧，都可以食藥搞得掂。但係因為你而家已經去到呢個地步咧，你唔整走佢嘅話咧，就會個手尾好長。咁所以就最後尾喺嗰一日緊急嘅情況之下就整咗佢。咁就費事化妝住咯，因為有傷口咁樣咯。係咪都話其實都係嗰段時間有啲壓力，所以先會？醫生就話通常都係壓力啦，或者免疫能力低啦，或者唔夠瞓。咁我諗其實壓力都會有少少嚟自我哋即係開工啦，咁冇得戴口罩，咁可能我哋呢排都會有少少驚。係啊，咁我自己本身都會有呢個 concern 嘅，咁可能自己俾少少自己無形壓力，即係成日都要哇提自己洗手啊，提自己掂完嘢又要洗手，又唔好掂眼啊，即係不停好多嘢要自己提住自己，咁就可能會有一種無形壓力喺度咯。